等等，看完直播都半夜了，要不要叫点宵夜来吃啊？好啊，你想要吃什么就点啊。披萨、卤味、炸鸡还是达米？都可以。我记得你喜欢吃港式点心，哎，这家有萝卜糕、烧麦、水晶饺，还有煲汤，怎么样？怎么可能？疙瘩放心里，不如就问清楚吧。你不接吗？喂，九年，你在哪里？我有些事情想问你，我们能见个面吗？我回家了，有什么事吗？你回家了？回自己的家吗？我今天有点累，不会出门了。如果你没什么急事的话，改天再说吧。先这样了，再见。为什么要骗徐慧敏你回家了？我现在没有心情面对他。上次他爸去公司跟你说了什么？他爸说我耽误了慧敏的青春，还影响了他的选举，是他人生中的绊脚石。有没有搞错啊？你为徐慧敏牺牲成这样还不够哦？他们徐家是哪根筋不对啊？也许我自以为是的成全，对别人来说根本就是多余的。那是他们脑子进水，到底谁才是谁的绊脚石？那徐国雄去找你的事，你没跟徐慧敏说吗？说了有什么用呢？既然我已经答应慧敏要让她专心在选举上面，我就不想再拿这件事来烦她。也不想被他爸说成我是故意在挑拨他们父女的感情。说不定他刚刚打给你就是要跟你讲这件事。打给他，把话讲清楚，不要闷在心里。啊，再说了。张有年。我去倒水。喂，哦，你到楼下了吗？好，我马上下去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宵夜到了。嗯，我下去拿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有年，在这里。我也想问你，你怎么在这？你明明就在文琪这，为什么骗我说你回家了？是啊，你怎么会知道我在？你在跟踪我？我去公司找你，看到你们一起离开就跟过来。你还没回答我哎，这么晚你怎么在这？你现在，你是在怀疑我跟文琪？会不会太夸张啊？我来是为了跟文琪看巴黎时装秀，还要跟 Alan 开视讯会议，才来他这边的。既然你没有做错事，刚刚在电话里面为什么不说实话？你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啊？文琪是我妹。我就是想知道你跟你妹在一起有什么好骗的。我才想知道你为什么要一直咄咄逼人，为什么我要被你爸威胁，还要接受你的无理取闹？我哪里无理取闹啊？还有，我爸威胁你什么？你想知道自己去问你爸。你怎么可以这样有事你不讲，莫名其妙的生气？
如果今天我爸说了什么让你不开心，你不是应该先来找我吗？有必要吗？你想参加选举，我支持你。你闹绯闻，我也出面替你澄清了。我做的还不够多吗？我还要向你解释什么啊？我们这样下去还有什么意义啊？现在连最基本的信任感都没有了，你居然还怀疑我跟……既然这样，是不是分手算了？你要分手？就因为我今天过问了你的行踪，你说要分手？这段期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，我们现在连见个面说的话都要躲躲藏藏的，你的家人也一直反对我，我真的累了。不要扯到我家人，你明明知道我从来都不在乎我爸妈是不是反对我们，我拼了命的讨好你们全家，一天到晚往你们家跑，你们家各种聚会各种活动我能到尽量到，而你呢，你有为我们家人做过什么吗？你们家这么多人我尽力的讨好，我们家只有我爸跟我妈，哎，你有试着讨好过他们吗？我爸跟你生气，你觉得委屈。我嘞，我难道不委屈吗？怕阿妈失望，我放弃选举的活动，拼了命跑去参加有月的婚礼。张永年，你会不会太自私了？所以这十四年来，你都觉得很委屈。你根本就不快乐，在你心中早就累积了这么多的不满，只是当下你没有讲出来而已，是吗？我没有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对我爸妈包容一点，就像我对你爸、跟阿妈还有你们全家人一样，你应该为了我们的未来去努力呀。未来。我真的已经没有信心了，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我们还会有未来吗？走到这里，也许分手对我们来说才是最好的结果。这就不是等不等的问题嘛，我们之间的问题都……我不要分手。我们说好了，等我选举结束就要公开我们的恋情，这个约定我不会改变。慧敏，你忙你的，我先回去。我来了。文琪，待会直播跟视讯会议都交给你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先走了。路上小心。
Ha ha ha!